雕，太屌了。哎、欸，那个，哦，等我们讲完再讲好了。那个？那个中山那个。好啊。没有，其实现在就可以讲啊。十七号，在中山。十七号。嗯。大家详细内容。就是要给他们挂。就是要弄一个东西给他们挂执行跟参与，然后之后我们就直接用工作室的方式，直接开了一个活动。然后是要用参与，他们要参与。没有啦，其实跟他们没关了。就是我们弄一场活动，在中山的酒吧。对，新开的。然后就是算是去表演。对啊。所以我们如果表演的话，还要自己 DJ 谁？还是就只有表演？我们会塞两班 DJ。然后总长度两个小时 ，maybe 在中间交接的时候塞你们表演，大概抓八点半吧。休息。没有，刚才说的意思就是那一场那一个他帮我们接的。哦，他不是要给他放。就是说，刚刚是说跟我说他想换个 set， 那时候弄我们，然后就是他放 set， 然后我们。哎、欸，康宇轩，你还记得康宇轩他？他是刚刚给我们中山，他不接。两个人，希望来帮他讲，反正这没差，反正这个钱就是我钱。你说的是什么？我可以唱一下我手机吗？可以啊。可是你要小心，我到时候有些人可能手不干净。可以啊。对啊，我的意思就是那个。那露脸就是脱口罩就好。不是，我是说你要被挤，数量，听得懂吗？所以啊，我就戴正常就好。看你啊，对啊。我不想要收一些。那个主机修，我刚才看到那个镜头在要拍。对啊。
面向我们坐没关系，可以坐这边也没关系，中间可以坐，中间可以坐，都可以坐。不要害羞。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今天讲座要讲嘻哈与视觉的交缠，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会主要介绍嘻哈是怎么诞生的，然后介绍几位我们觉得欣赏的音乐人。然后再介绍他们是如何用视觉去把嘻哈，也就是再从艺术的层面上逐渐的扩大到不同领域的跨界。然后最后我们会再讲我们是怎么去设计我们自己的东西，不管是音乐上还是平面视觉上。中间会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不好？好，掌声鼓励一下。大家应该不知道我们是谁，然后我叫萧逸晨，然后我叫陈柏真，抱歉，
好，我们以前在大二的时候是来自 V 霸社，也就是现在已经改名叫嘻哈研究社。好，我们是从那个社团开始认识，然后因为兴趣相投，然后我们就开始搞我们自己的东西，就开始做自己的音乐这样。然后在大二到大四的这个阶段，我们就开始去制作自己的音乐，然后开始去研究嘻哈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是怎么样的东西。然后希望可以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小时的课程讲座，可以把我们这两年得到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这样，博森要介绍一下自己吗？好，我是丹江 B-box， 那算是 B-box， 我是那一届的社长，然后一成是我们的副社长，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我其实蛮晚接触嘻哈音乐，是其实正式接触是高三的时候，所以我大一的时候一进来淡江我就直接选择 B-box， 因为那时候唯就是嘻哈的社团就是 B-box， 然后就进饶舌组这样。然后正式创作也就是从大一开始，你们大一应该都是大一吧，大部分都是大一吧，对吧？对。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你想要制作音乐的话，其实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就是但是你要有那个热忱去持续是最难的，对。然后我们今天就先分享一下我们的制作，对。好，那在分享我们制作之前，我会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嘻哈到底是在酷什么。我们先回到属于嘻哈的根这一块。那在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纽约应该说整个美国都是一个经济荒废的状态。那在这个经济荒废的状态的时候，纽约的街区他们需要一项娱乐，然后他们会去办所谓的街区派对这样。然后刚好在那样的情况下，治安又不好，黑人非裔人民就会去这个网络上查不到啊，但纪录片是这样讲，非裔人民就会开始去打劫一些音乐用品。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些音乐用品这样种种的环境因素上加起来的情况下，诞生出了所谓的派对文化。派对文化最后就衍生出所谓的嘻哈文化。那大家有听过嘻哈的四大元素吗？嘻哈的四大元素你们猜什么？当然有饶舌嘛，第二个当然就是DJ， 第三个是跳舞，第四个你们猜什么？涂鸦，酷吗？嘻哈超酷的。那为什么没有滑板？因为滑板是到后面，那算是白人的东西，后面才结在一起。以前黑人跟白人真的是很敌对的。那就如我刚才所讲的，那有跳舞，有 MC 跟 DJ， 那这三个元素其实就笼络了整个布鲁克林所有的派对文化。那早期饶舌乐的诞生是因为那时候 DJ 他们会去玩一个叫做 break 的东西， break beat， break beat 就是以前早期一些经典放的歌曲，它中间会有一间奏，然后是拍子是很碎的那种放。麦克风可以帮我调一下？哦，调一下哪里？像那个 level，OK。break beat 在那个时候算是那时候衍生出了一种文化，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DJ 的雏形。然后这些 break beat 会再请一个叫做 MC 的东西，就很像是现在站在 MC 台上的人，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跟随这个 break beat 喊麦啊。哎，其实你们现在听的话，就会觉得说那些东西很鼠来宝啊。我在这边就是简单介绍一下饶舌后面是怎么演化的。那我们现在在讲 old school hip hop 跟 new school hip hop， 简单来讲会讲是在讲说那种比较没有用旋律的，比较没有处理人声效果的，我们会称为是就老学校，就是以现在21世纪讲法，我们会称呼那样的音乐是老学校嘻哈。然后有电子古典的 trap 古典的，然后有 Anna Two 在里面的，我们会称为是新学校嘻哈，也就是 new school hip hop。 但在以前的话呢，以前他们分旧学跟新学校是在80年代以后，也就是派对文化衍生出到一个境界以后，80年代以后他们会开始去运用电子古典，然后把更注重饶舌本身，也就是所谓的也就是 LL Cool J 跟闪耀大师跟惊奇五人
他们所带领的音乐，然后我们会放一些旧的音乐给你听一看，就是跟现在到底是差距在哪里这样。OK, party people in the house. You're on the witness of the song. 然后现在这首歌是 Doggy Fresh. 它就是闪耀大使。然后不知道，不好意思。好，反正这个 Doggy Fresh 呢，它是 B-box 使用 B-box 去制作这首歌曲，所以你可以听到刚开头的时候就有它的 B-box 在里面。然后你可以发现，就是他们现在在这样。就是他们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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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let's do i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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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那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饶舌了，就是饶舌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慢慢演化到我们现在 Kendrick Lamar 他们现在唱的这些东西。所以你们现在听的话，可能会觉得说有一点无聊，但是嘻哈的根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再放一个比较更近一点的东西，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闪耀大师跟惊奇五人，然后你可以听到这个时候他们用的音效跟 sample， 也就是截取乐曲片经典片段的东西放在里面的元素已经越来越多了。然后闪耀大师也是其实非裔人，非裔美国非裔也比较各说各话，但闪耀大师是比较多数人认同是他开始把 DJ用的一些技巧都用在里面，像是刮碟，就是那个东西，然后还有很多他接币的方式，都是从他这个时候开始的。再给你听一下他们老者的方式。以前饶舌其实就是像这个样子，然后他们的那时候的歌词会比较围绕在所谓他们那时候我刚刚讲到的，就是七零年代经济荒废的那一段，他们会去讲他们自己的生活，讲自己的派对的那种文化。那它是怎么演化到现代音乐的呢？在后来七零年代之后，先剪到这一段吧。七零年代之后，没关系，大家就开始，因为刚才你们看到那个闪耀大师，他把这个饶舌，他们那时候对他们来讲，那是一个很新颖的东西。尽管在我们现在听来，就是有点像鼠来宝，但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继续把这个东西继续延伸下去，然后也引发越来越多的黑人继续去饶舌的这个东西这样，然后后来就演化成东岸跟西岸，就是你们听过的 Tupac 跟 Biggie。东岸后来就更衍生出了爵士饶舌，那西岸就会去衍生出 G-Funk 饶舌，也就是从我们会称呼那一段的年代是嘻哈的黄金年代，因为那个时候饶舌已经不再去讲究像我们刚才讲的那种 NC 那种派对的那种感觉，是去更讲究音乐上的，因为那时候曲风会更像用爵士，会去用一些电子乐器的成分。也就是说，从饶舌应该从黄金年代开始之后，正式的是成为了音乐。在那个黄金年代 ，LL Cool J。也被格莱美提名，也就是他正式被主流乐团所接受。那回到现题，那我们今天现在这个章节就是要讲来讲说，当代嘻哈是在酷什么？好，大家知道这个团体吗？大家应该是没看过。那这个团体是 OD Future。我们为什么会先提到这个团体？是因为 OD Future 是。第一个，我觉得他们把饶舌这个东西去形成一种很强烈的次文化，就是青少年次文化那种感觉。那 OD Future 是 Tyler Creator 在00年代到10年代之间，他召集他以前他觉得很酷的人，然后就是去用影像跟音乐的方式，然后去塑造他自己的一种 culture 的那种感觉。那 Terry Crater 也自己成立了一个街头时尚品牌，就是 Golf On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穿过？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嘻哈就跟街头时尚开始沾上了边，然后他们就会开始。Terry Crater 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的饶舌不再像以前的 Gangster Rap 了，就是因为他用的曲风跟他写的歌词都是比较偏生活上的无意义式的，像他之前写过一个歌词什么。我的歌词像特斯拉，然后什么，叭叭叭，你是个智障之类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另类饶舌的雏形在这个时候诞生的，就是饶舌已经开始变向更加另类的方式。那我这边会提到两个音乐人是 Terry Crater 跟 Frank Ocean， 他们是现在还是比较活跃的音乐人。Terry Crater 到现在还是在做比较。rap 的部分，但他融入了更多流行的元素。Frank Ocean 的话，他是加入 R&B 元素，然后他在国外，台湾应该比较少人听过，但是国外他是一个很指标性级的 R&B 歌手。然后这边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下 Terry Crater 的专辑，跟他是怎么去做他的视觉这个样子。我们会先放 Terry Crater 几首歌，然后你仔细观察一下他刚才的视觉封面，其实都是很可爱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怪奇的、比较诡异的部分在里面，就可以看到他跟以前饶舌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大家刚听到这一段嘛，那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呢？他现在加入更多另类流行的元素，去让他的音乐跟他早期的作品已经差了很多了。然后我们放他目前点阅率最高也是最指标性的作品《Earthquake》给大家听听看。One， 这样你讲，觉得嗯，然后大家可以去观察他在视觉上用的成分，其实都是比起其他音乐人用的。地方蛮酷的，像是他这部 MV， 他是用底片去做调色，然后去营造出一种复古的氛围。然后他明明是黑人，可是他却戴了一个金色的假发，然后穿着一段天然色西装。这样冲击性的视觉也是 Terry Crater 可以在10年代以后脱颖而出的关系。观察到 Terry Crater 其实运用到很多跟以往对于嘻哈的既定印象不同的元素，所以他登录了一个复古的节目，然后他穿着了衣服的设定，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嘻哈也就是说不管是嘻哈也是或者是音乐，大家开始会去注重自己的穿着，还有他们想表达的东西，然后也就是说所谓的卖设定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在嘻哈上面，然后。还有在其他音乐上面的地下的音乐人会开始去运用
不一样的东西去营造这样自己的视觉。然后我们这边在最后再放一段 Terry Crater 在制作音乐的画面，可以仔细观察到，就算这一段他其实只是简单的在录自己的音乐，他也会去注重他自己身上的穿搭。你看他头发上也会插他自己饰品这样。你其实可以听到他在制作音乐的时候加入很多那种爵士的和弦，就是其实在他的专辑里面都可以听到很多这种爵士的这种音阶和弦在里面。其中成员 S.A. Rocky 是 Tyler Creator 的一个很好的朋友。那 S.M.R 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首先你有看到左边这个人，这个白人，我不确定他是白人，反正他的名字叫 S.M. Yan。就是其实 S.M.R 为什么有 S.M.R 呢？是因为Yan 他在网络，他其实一开始只是一个网络宅男，然后就很喜欢听嘻哈的歌曲，然后他就在自己的网页上分享很多嘻哈的歌，然后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他发现了 S.A. Rocky 的。Rocky 那时候是 Rocky 的时候，有一首歌叫 Purple Sway， 然后是因为 Yan 在他的个人专业粉丝专业上面就是转贴了这首歌，然后 Rocky 才红起来。然后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时候发现，就在这个时候你其实只要在网络上有一定的声量，你就有办法去把你的音乐或是你的想法推广出去。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在制作音乐的话要很注重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的包装形象，或者是在网络上，因为现在网络那么发达，大家都是透过网络来认识一个艺人，因为你可能比较没有办法直接知道他私底下在做什么，但是你的形象很重要，你要给公众看到的样子。对，然后SMR 的话，我们就先介绍，主要介绍 SMR， 因为他算是SMR 里面现在最指标性的人物。对，要放两个给你看。然后这里先分享一首歌，是 SMR 的一起的歌。看到 SMR 在这一部 MV 里面用到很多特效，我觉得是自从这个时候开始，饶舌歌手或者是所谓地下音乐人会去注重自己的 music video， 会去放什么样的元素在里面。就是比起以前以往那种主流 MV 里面，就是普通的像电影的镜头或者是什么 music video， 现在的音乐 MV 会去采用很多比较跟主流 MV 里面不一样元素，像大家可以看到 data mesh 就是影像破损的部分，还有那个颜色转换的部分，我们叫 color glitch。然后他们会现在 MV 里面放很多时下流行的元素。我觉得跟 Taylor Creator 的不同是 ，Taylor 他在早期跟后期都是有一定的氛围在的，但是 ASMR 比较不同的是，他们做的东西是看时下流行的东西在流行什么。才把那些元素放进去，像 SMR 里面的其中一个人，我现在忘记他叫什么名字。SFR 他在最新的 MV 里面就放了很多骇客任务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就是打造现在 Y2K 那种流行的感觉。对，然后 SMR 其实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
把像嘻哈这种来自街头的东西，他把它带到了高端的时尚里面。像是他们成员其实因为不只是有说唱的饶舌的这种人，就是还有导演啊、MV 啊，甚至还有品牌的制作人，像 Balon， 这蛮有名的一个衣服品牌。对，然后就是他们打入了高阶这种概念，跟很多时尚精品品牌合作。然后再分享一首 Acid Rocky 的歌。大家可以发现，其实现在这样的饶舌跟以往我们所感觉到的嘻哈已经是很不一样的东西了。那 LSD 这个东西更塑造了一种迷幻的氛围在里面。我觉得这某种层面上也影响到了 Travis Scott 后面再继续做他的音乐。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部15年的 MV 已经没有像之前是运用 Data Mosh 或者是刚才所谓那种奇怪的颜色做他的元素。那这部 MV 里面是用闪烁的光去表达，其实 LSD 就是一种毒品啊。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它是用里面的意象去表述一种迷幻感那种感觉。也是在这一部 MV 之后，大家会蛮喜欢去写这种用药成瘾或者是毒品文化的东西，像是现在 emo rapper 或者是。现在 emo rapper 就会开始去讲介绍一下这些毒品是什么，然后也会在 MV 里面去介绍那样的元素。那我在那边跟大家讲一下，台湾这些东西都是不合法的，我们尽量不要去使用它，毒品是不好的。是的。好，接下来是Jaden。对，我是Jaden。好，今天我要介绍这个人叫Jaden Smith， 然后他是那个威尔史密斯的儿子。对，然后这是他跟 Blackpink 的合照，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 Blackpink。对，太好了。好，我先直接分享一下他的歌，因为我这是我个人蛮喜欢的一个音乐。然后我放一下这首 Lost Boy， 其实他在专辑里面是有一个正常的版本，然后这个是他的电吉他版本，你们可以听一下他的编曲是用电吉他去编制。
直接让给他，然后放一下他原版。你们现在听起来，就是你会觉得他完全不嘻哈，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在饶舌。但其实现在的嘻哈音乐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不一定是一定要饶舌才叫做嘻哈音乐，他已经融合已经包含了很多种不同的元素。对，所以现在的音乐倾向就比较像是这样子，但是也是有一般就是那种饶舌啊 trap 的音乐，那也是算是嘻哈音乐。我这边再继续介绍一下 Jaden 在怎么去处理上他的视觉部分。其实你们可以观察 Jaden 在他的专辑封面或是单曲封面，不管是什么样，他包装他自己的方式是用很多以前美国复古嬉皮文化那种方式。你可以看到右下角那张图，他加了很多花，然后加入很多彩虹，然后不管是在他 MV 的调色上啊，或者是说他自己本身 Instagram poster的那种发文方式，也是尽量去采用那种粉紫调色，去营造一种梦幻感。跟他的音乐其实也是有一种反差。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是你的音乐第一件事情是你的风格一定要强烈。Jaden 在这边虽然他的音乐在台湾是没有很红，但在国外他其实是一个识别度很高的歌手。那也就是因为这样，Jaden 在后面去处理他的专辑的时候，也会尽量去采用一些非典型饶舌的元素在里面。对不起，又是 Brad Pitt。好，哦，这个又是你讲。好，这个团体叫做 Brockhampton， 超屌，直接给你们听就知道了，超级屌。啊，不是那个书。Spending all my time alone, waiting for me to call me.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t by my side when I'm falling. Tell me what I'm waiting for. Tell me what I'm waiting for. I know it's hard, but we need each other. I know it's hard, but we need each other. I move my ways on my own, don't need nobody. No, share your mind when I change my life, but I stop believing in myself. And we all now looking for, looking for guys who we never see. It ain't myself, shit to find in the picture and movies. Brockhampton 呢，其实就是饶舌界的男团，其实就是这个概念，因为他们人数真的很多，然后都是 男生，然后真的就是有一种男子团体一起在表演的感觉。但是他们其实是真的蛮红的，你看像这首歌就有2000多万点阅，然后就是现在你看从这个点阅就可以发现一件事，就是说现在他们已经慢慢成为也算是主流的一部分，就是他们虽然唱的饶舌可能是比较另类的饶舌，但这其实也是主流文化、主流音乐的一个部分，对，就是现在在流行的东西。好，
这边再最后补充一下 ，Brian Hampton 是怎么去运用他的视觉。那 Brian Hampton 为什么会在另类饶舌，也就是现在饶舌这一块，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是因为他加入了很多不是在制作音乐上面相关的团员，可是他也是包括在一起，就是说演出的时候，这些人都会在台上，这是一个蛮酷的概念。然后你可以去发现 ，Brian Hampton 在处理他的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去运用了很多艺术元素。然后这个是他，我觉得 Brian Hampton 的重要性也是在于说，他其实蛮引领很多风潮。其实你们刚刚看这部 MV 里面，他其实用了很多低保真的色调，然后还有用了一些虚拟形象的部分，也就是说 3D 建模。但他建模的是建模他们自己，你们可以观察到 3D 建模自己本身这种影像方式，其实已经运用在很多台湾流行乐上，像 Trash 乐团啊，还有很多他们也会在 MV 去用 3D 建模建立自己的虚拟形象，然后去塑造一种是真是假 Facebook Meta 元宇宙的那种概念，它其实就是蛮酷的一个那个。然后你可以仔细去观察他们的视觉封面的成分，可以看到他们的艺术成分比起刚才 ASMR 的那种比较典型的，他们的艺术成分更多。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每一张专辑概念的下的心力其实是更多的，然后他们会运用很多比较，不然把 A 赛的放在左边的。然后你们可以观察到他们不管是调色啊，还是他们去营造他们的那种世界观，其实都是很另类的这样。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目前这一组人来识别度最高的歌手 Kanye West。 那其实大家一开始听到 Kanye West， 大家第一个一定想到的就是他在时尚方面的成就嘛，因为他创立了 EZ，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这个人蛮垃圾的。反正我今天要来介绍他音乐上的成就这方面。好，大家知道 Kanye West以前做了音乐吗？大家应该都没听过吧。其实 Kanye West 没有做出就是那种像那个，我其实现在要举例我也突然想不到，但是大家听到 Kanye West 不会突然想到的歌只会想到他那双鞋，对不对？但是 Kanye West 之所以为什么会有影响力呢，是因为你先拿着吧。 Kanye West 在音乐上面为什么会有影响力呢，是因为他以前是在 Jay-Z 的工作室，有点像周杰伦在那时候工作室，然后就是去 social， 然后搞了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去吸收很多的养分，然后最后他开始推出他的第一张专辑，也就是左上角的部分，大家看到那只熊。他推出他的第一张专辑之后，其实一开始也是没有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一开始看到他就只会觉得说又是一个饶舌歌手，因为那时候是阿姆过后有点泛滥的那种饶舌热潮。但是他做的音乐在那时候市场上是有一定的识别度。为什么会这么讲？ Kanye West 在他的音乐上其实加入了很多电子乐的成分。然后大家看到那个红色爱心的那一张专辑，那一张也是公认推动后续 trap 热潮里面的其中之一，也就是808 and Hellbreak。808 and Hellbreak 这一张专辑里面，我放一下。808 and Heartbreak 这一张专辑里面，他运用了很多808古典5G sample 元素，然后再加上他自己人声处理上用了很多 AutoTune 的元素，在音乐放了这放了那些，在音乐上面的层面上，他把饶舌乐做得更像电子乐了一点。可以发现他的古典跟他的 flow 跟还有他的人声处理都是很不同于以往的嘻哈音乐。好，大家其实可以仔细去听他的专辑，他的专辑一开始听的就是觉得有点无聊，可是你后面会觉得蛮耐用的。
就真的蛮耐用的。然后你可以去仔细，我为什么会特地提到 Kanye West 音乐人这个音乐人，其实你可以仔细去观察他的封面，这张他历年来的专辑主图跟视觉概念，你可以去发现他其实很少把他作为个人形象去 promote 出去。大家有看到左上角那只熊吗？那是他请到了一个设计师帮他设计的形象，叫辍学熊。然后他运用了辍学熊去做了很多概念，就是他不再用 Kanye West 这个人去做他的设定，是用一个虚拟形象去做他的设定。这样的概念在后面也有很多音乐人去做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你看到中间跟后面，其实他很多概念都是比较属于普普艺术的。其实他本人是不会出现在专辑里面的。我觉得他尽量会把他的专辑去做，把自己的部分剪到最少，然后去更注重在他音乐上面。然后还有一张那个只有透明只有 CD 片那张专辑，在我觉得他这一张专辑的视觉概念，是他把商品照做成一个专辑封面，是一个比较前无古人的那种感觉，也有点像以前那种黑胶音乐去做视觉封面的那种感觉。就是从这张开始之后，很多地下音乐人或者是主流歌手也会去开始采用这种极简包装的设计，就连大家都听过的 Post Malone 在他最红的那张专辑 B&B， 我忘记英文名字是什么，但是中文是跑车跟香槟那一首，那一张也是用那种把专辑包装作为他整张封面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可以看到后续他很多的作品的设计，他本人已经都不再出现，所以他的艺术上的层面其实是更高的。然后那为什么 Kanye West 在时尚会去更注重艺术方面呢？是因为这样讲是有点歧视，但我觉得是后续黑人太多中产阶级就不再会 gangster 的时候，他们会去做一些比较中产阶级的音乐，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呢，开始会去打入其他一般人的心态。因为说实话，今天假设要台湾人去听 gangster rap， 他们也听不懂在讲什么，就是掏出了几把枪干掉几个兄弟，哇塞，配那种夜哈。这种东西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是比较没有共鸣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加上我们前面提到的音乐人，其实都是中产阶级之后比较有一些。Kanye West 也是艺术学院毕业的，我记得好像没有毕业，但是他是在艺术学院，他的求学经历都是在艺术学院度过。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饶舌跟艺术就开始，他对于跨界方面的讲究，让他从音乐上跟时尚圈的结合，去营造出刚刚我们前面看到很多团体。其实大部分都是在有点学 Kanye West 的做法，他加入很多日本元素啊 ，ASAP Rocky 也有在用，然后他加入了很多不属于音乐上面衣服上的穿着，然后 Go For One 也是这样的做法。然后接下来介绍最后一个饶舌歌手Travis Scott。那 Travis Scott 大家应该都听过吧？因为 Travis Scott 算是目前最红的饶舌歌手之一。然后为什么会特别提到他呢？因为我觉得他不管是现场演出，或者是风格上面，还有他目前，他也是有点学 Kanye West， 他现在也是跨足了时尚上面的层面。然后最近的新闻是他办的演唱会好像死了几十个人。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新闻，因为其实蛮难过，就是一群爱音乐的小孩，然后去参加演唱会，然后挂了，其实就挺让人难过。然后我们这边放 Travis Scott 的一个作品。I get 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 yeah, when you're not around.
可以发现到，在他的音乐上面，他用了更多迷幻的成分，然后他运用的 Anatune 跟人声效果是目前公认是最重的。我在高中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其实是觉得对我来说是有点过头，我甚至觉得他发出的就是一种噪音。但是直到后面他也在接触这种音乐，越听越多的时候，他反而就像重金属音乐一样，听完之后就会开始反而会怀念那样的感觉。他运用这样的，对，会有点上头啦，简单的这样讲，他运用这样的音乐去塑造他的氛围，所以我很佩服 Travis Scott。 哦，值得一提的事情是 Travis Scott 也是中产阶级，也就是说教育才能改变音乐啊，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重点之一，教育才能改变音乐。 Travis Scott 在他芝加哥大学经历的时候，他骗他爸妈说他有去读，但其实他都在做音乐。然后你可以仔细去观察到 Travis Scott 用的个人形象比刚才 Kanye West 的层面还多，他会去发不管是自己的照片啊，他自己抽烟啊，还有他自己去做了一个自己的公仔，还有他右下角目前他最新的一张专辑 Ultra World， 他用了他把游乐园的形象包装他自己。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Travis Scott 在视觉上面其实也是很讲究这一方面，去怎么样去塑造自己的氛围，去塑造自己的自己观，塑造自己的世界观。那我觉得大家以后如果要从事这方面的东西的话，就是如果你想要创业的话，其实要去看我们刚才前面介绍到很多音乐，他们是如何去塑造自己的设定。其实我们刚才提到每个音乐，他们其实都有他们自己属于他们自己的风格跟特色，然后在视觉上呢，他们也去运用他们属于自己的东西。那我们等一下我先讲，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就是关于嘻哈音乐部分，然后接下来介绍我们自己这样。那大家需要休息吗？ OK， 我们休息一下。那休息一个十分钟，我们再回来。那我们顺便先嘉威，嘉威你要先。12月17号的时候，就是我们有在群组上面有那个公告，大家应该有看吧？讯息应该没有点一下就滑过去吧？就是我们在12月17号的时候会办一个派对，就是跟 Number Nine 那个不太一样，因为是就是我们认识的一个 DJ， 然后他新开的一间酒吧叫 Vanish， 对吧？对，然后我们会在那边有派对，12月17号。晚上7点半，如果大家有空的话，都可以来。好，我现在有人也会发歌吧？唱歌，中间。再说。好，OK。对对对，然后对是礼拜五晚上，所以大家应该基本上都会有空，应该啦。对，然后对对对，然后我们目前就是会有想要招说可能。明年会想要就是可能参与社团工作的干部，就是如果对哪一方面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够联络，就是可以密我，我应该会回答，我会回答，对对对，就是都可以跟我聊聊，有兴趣的，对对对。那下学期工作室就是这个面试也会，其实我们下学期也是会一样很多。外面的表演、嗯，那如果你是说你是想要实习，或者是你想要试试看我们工作室到底正在做什么，在忙什么的话 ，maybe 就是这个这一次的这个 interview， 大家可以来就是来试试看。那對對對那应该是说会有很多不同的领域，看你是想要走，如果你是想要走放歌的，或者是你想要走后制的，或者是你想走摄影的，或者是你想要走 PR。public relation 这些公关的，像嘉威这种，那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尝试看看，对，如果有兴趣的话，那我们这个不是那种很封闭的，就是我们是有案子才会忙，所以你不需要觉得很有压力，说哎、欸，
我这个工作会不会发的我的 daily 的日常，就是它是一个有案子才会需要出工的，不是出工，是出工，对，出去的出，对，那就是不会说可能每个礼拜就是我都会一直私讯你说，哎，你那个东西弄了没？什么有的没的，就不会紧迫你。应该说我们这边没有一个人会这样，我们做事都是 free 的，对，嗯，然后刚刚我没有讲下礼拜12月17，因为我们目前有分两批嘛，对不对？哎 ，Kenny， 你要不要顺便讲一下我们的那个执行在12月17的？大家可以现在是休息时间，可以站起来晃一晃。然后12月17我们还会再开，因为学校的执行是这样，我们需要分两批送，我们不可能 一次送全部。那目前下一批执行 ，Kenny 要不要去报告？有人知道自己是？我先说今天的好了，今天的确认一下，执行的是谁，好不好？知道今天自己是执行的，可以举个手，算一下人数。今天我们总一两位，然后顺便帮我报个名，然后确认一下。上次来邮局。对，我们有记录。来这种。好。我要去。董佑举是。有人。今天有吗？你上次有说。是今天的。是今天的。今天是下礼拜的，对不对？还是？右群是今天。右群是今天。对，我加的。好，那没问题。然后还有，你是吗？对。好，还有一二四，还有。那个千金。签是哪位？不好意思，我可以请到你的全名是什么签？郑哦，书签，书签也是今天的，也是。好，那没问题。然后那个叫什么？玉轮的话，我们排17号可以吗？17号 OK。那我们再思考一下，因为执行是一定要实际拍照，有那个照片，所以，好，我们等下处理。对，我们到时候再处理。好，那我要讲下礼拜的执行的内容。对，好。下礼拜的执行，我们大致上是那个一样会就是分两批，这样子分批，然后就是工作人员的内容，到时候会在群组上。跟大家说下礼拜的，然后心得，因为下礼拜是那个地点是有跟酒精相关的地方，就是酒吧，但是因为学校的关系，我们在心得上面包含参与的，就是完全不能提到酒，不然你那一个可能就是没办法回答我，这样子大家都 OK 吗 ？OK， 对，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对，大家一定要知道。好，大壮讲吗？对，那我们今天先来做，等下晚一点，我们等下这个休息结束，我们先来拍那个今天的要露脸的人，记得坐第一排，然后口罩可以拉起来，对，那 OK。外面的，那我来，他美女的点人数。就是跟学校是要先参与，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同时参与，不同时我们上班。他那个，但只是看他需要服装，他今天这两场，就是今天的分享。他今天现在三块钱。大家都往这边挤，好不好？那该露脸记得露脸。往哪边挤？拍照。这个。
执行的帅哥可不可以坐这边，参与的坐后面的。那我坐。有人不知道自己是那个吗？我手机。等一下。不好意思，没有要结束了，只是要拍照而已。好忙哦。你们就到原本的位置，然后之后帮我做阶梯式的那个吗？做阶梯式那个。你们最后就站。等一下，我发个口罩。康复环境大成功。最后不用到，就是正安再帮我递一点，然后那个 OK， 一二三，那个头都要露出来了，到时候被点人数很尴尬。一二三 ，OK， 好，一二三，谢谢 Adam， 一二三，不要。他把你们弄参与了，一定要谢一下。那就行，好啊，不用，刚刚把公车，我就走。跟你喝一样的好了。在这那么着急的走第一个过来，就是为了做房子。看，操！我跟你讲，这个房子是真的是完美。不是我在想你，没有啊。好，然后大家可以先坐下，没关系。接下来这个阶段会去讲我们如何，我们是怎么开始想要去做我们自己的音乐，然后我们怎么包装自己的。然后，这边有资传系的朋友吗？这边有经济系的朋友吗？谁？你经济系？嗨，我是经济系。这边都没有资传。我也是经济系资讯概论的。所以大家都大一嘛，对不对？啊？有不是大一的吗？酷啦！加油！加油！你什么系？啊，我。对。哇塞！哦。啊，你们什么？我不认识华彩的，后面的我是在想要先尬聊一下，还是直接讲？看你开心。今天天气不错。嗨，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吗？啊？你之前不在树下雨吗？哦，对啦，靠呗。可是你不是在你不是在那个吗？我以为你在饶舌社的。是啊。按照排队，你跨界，是吗？你确定吗？两边跑，两边了解一下，我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讲错东西什么的？没有，我觉得讲蛮好的。是吗？我觉得还好。他怎么一直在自己笑？他说我们一直自己笑，他就很好笑。现在有人想要尝试做自己的音乐吗？我说不管是不是饶舌歌，可能是。电子音乐，对，电子音乐都可以啊。OK， 有人在尝试自己做自己的东西吗？有吗？有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举个手好不好？我们可以都没有交流一下。那你们来干嘛？你也太凶了吧！好呀，你现在是在尝试在做什么样的音乐？做 emo rap。emo rap 你自己在唱什么？叫 storyteller。storyteller 什么叫 storyteller？ 就是讲故事。哦，讲故事。所以那个 B 什么的是 B 是网上抓的哦，那混音什么之类的啊，没有就自己录，然后录新。我们一开始也是用 Type B 的，对，刚开始是这样，很好，自己做音乐，赞。大家现在看起来没有？开玩笑，不要这样。好，
你怎么像是被逼上台的一年级学生？我在跟自己说。好，就如同我刚才讲的，接下来这个阶段，我们会讲我们是怎么会想要开始做自己的音乐。那大家也有听到，刚才我跟 Portrait 是透过社团认识的嘛？那可是我为什么会去选择加入，想要开始做饶舌歌呢？因为我其实我是一开始进淡江大学的时候，我其实是想要搞 band 的，我其实是比较想要玩乐团的，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要组乐团，还是要就是开认识嘻哈这块，其实有一段心理纠葛。然后后来圣诞节的时候，我被嘻哈音乐一个，就是目前嘻哈音乐一个东西吸引到，就是自己做音乐的快乐。那接下来这个东西可能有点不太入耳，但是因为这毕竟是我的根，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对对对，选。那这是大一的我。层面上还是音乐上面，不管是音像、影像还是音乐上面都很粗糙。大家可以说出来为什么吗？第一个没对准，第二个一堆很奇怪的画面，然后第三个混音根本是一坨屎。那为什么会想做这首歌？是因为我其实已经忘记当初我奔跑的理由了，我只记得奔跑让我很快乐。然后这边细品一下，细品。然后因为做了这首歌，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就是自己制作自己的音乐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所以我就开始加入 B 八社，然后开始认识 Portrait， 然后开始认识 Portrait 之后，我开始磨练我的实力。想押韵，我想要押韵，但是不想押，可能押实际吧，蛮烂的。好，接下来就先不谈到我了，接下来我要分享一句话。杰出的艺术家模仿，伟大的艺术家盗窃。那为什么会讲到这句话呢？其实没有任何东西，也就是说所谓的创造，真的都是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我们是会去模仿其他人的作品，然后去吸收很多不一样的文化，最后再把它组合在一起，就像是嘻哈一样，用很多 sample 的东西把它组合在一起，去组成一个新的东西。那也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尽量去抄袭别人的作品都没关系，因为当有一天你会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东西。听起来很玄，但是这是真的。超出心得。对，超出心得，超出心得了。我忘记下一页什么了。哦，好，
接下来就要谈到我跟博真的恋爱史了。那我跟博真呢是有一次，我们刚接任社长跟副社长，然后我们打电话，然后越打越有感觉，然后我就跟博真告白了，我就跟博真说要不要一起玩音乐，然后我们就组了一个团体叫 New Swingman， 就是新友们。从这个阶段开始，我开始去注重，因为你们刚刚也听了嘛，刚刚音乐真的是有点可怕，我开始去注重音乐上面的制作的完整度，我会开始去注重混音上面的，还有制作上面的。然后因为我就读的系上是资传系的原因，所以我会开始去包装我自己的形象，不会像刚才那样子，就比较很粗糙的地方。我在这一个团体所做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的，像是封面上啊，还有那种那个串流，哦，干，等一下再讲。然后不管是串流媒体的视觉上，也是我负责搞的。这样，然后 Newsman 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 Swan， 他是我们的学长，我们也是有一天突然来电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干，我们应该一起搞音乐这个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注重，我们开始做了音乐之后，我们就开始注重自己拍的 MV。然后这个大概是我大的作品，就是刚才你们听的去年圣诞节隔一年后的作品。现在看还是有点粗糙，但是比起去年来说，完整度高了很多。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还是去抓网络上的 type B。那 type B 是什么呢？网络上会有一些 B maker， 就是单纯制作配乐的人，在网络上丢自己的 beat。然后我们也就是地下饶舌歌手，会去在网络上抓 beat， 然后对吧？偷 beat 啊，然后再写入创作词曲，然后最后再把它做成一首歌。那这个阶段的我们还是这个样子。然后后来在大二到大四这个阶段，我们就开始用 Newsman 的名义招摇撞骗，然后就开始去新义区啊，还有一些酒吧，我们就开始那边表演，然后就开始这样一起玩乐，玩到后来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还是卡住了，因为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已经不能用 Type B 去表达了，所以我们开始在制作，真的是全制作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接下来的阶段，我们会让 Portrait 讲我们是怎么在用音乐软体制作属于自己的歌。然后我们这边欢迎 Portrait。啊，这是什么意思？哦，我这边其实要再讲一句你的话。那我再做最后一个结尾啊。我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问一下说，问一下自己说你想做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就是直到了毕业，我才开始后悔自己在以前不够努力的那种感觉。就是等到你们现在大一可能现实感还不太重，但直到你们大四毕业之后，你们就真的要去烦恼下一个阶段的你们想要去做什么。现在我跟博正在烦恼的就是说，这种做音乐要到能知道支撑你的生活，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那你在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现在22岁，我们应该要继续去找工作，还是再继续做自己的歌？这种在那边持续的在拉扯。那我在这边就是跟大家苦口婆心推荐一下大家，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大一到大四的阶段，不一定是要做音乐，你们可能可以开自己的古着店，或者是说成立自己的品牌也好。我觉得你们可以在大一到大四的时候，尽量去尝试不切实际的东西，因为直到你毕业了，这些实际的东西才会去成为你心中的枷锁。你想做什么？我想做我自己。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失望的，就是刚才你看到那个唱副歌那个，他在12月25号的时候会在 Spotify 跟 Apple Music 发布他自己的专辑，就是 Goodbye Mr. Boo。然后我们接下来会透过他的歌曲来跟大家讲解我们是怎么做音乐。然后这张封面设计也是我搞的。然后设计的话，我就是想要学 Taylor 那种比较极简酷酷的风格，然后我把他的照片用同样的色调去营造出一种酷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受到，但我自己觉得个人觉得很酷。然后接下来 Portion 来讲解一下我们的工作档。好，那接下来的东西是超级机密的，就是直接把工作档给你们看，所以来的真的是赚翻了，真的。好，等一下。那其实不管是 Windows 跟 Mac 都有他们自己的音乐软体，大家可以在等一下 Q&A 的时候，大家可以再问我。今天讲的就是编曲的部分，对啊，编曲。我们现在讲的是编曲。我先给大家听一遍好了。然后这首歌我们做的是比较偏向舞曲风格的，然后在现在的曲风我们会讲是非洲节奏。
可能这首歌大概是长这样。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编曲好了。哦，让我看一下小潮，因为这是他的歌，是他打给我的。我想 ，OK。我先把人声的部分都扭起来，然后给你们听编曲的地方。好，你从这边可以听到，对吗？啊，从这边可以听到，一开始的时候是从钢琴跟合成器去组合音错的部分。不是，这是自己调的。这个是 sample。他自己的那个有个小，感觉在叫声。那个是 sample，但是就是 sample 进去之后再处理。啊、对对对。然后钢琴的部分是希望自己弹。之后呢，进到副歌的地方了，所以就会听到把大鼓跟鼓点都放进来，然后让它的律动感出来。因为这首是一个舞曲，所以你可以知道它的鼓点是很重要的。给我们单听鼓点的地方。Bassline 的部分呢，它用了两个 bass， 这个是电比较电子的 bass， 然后再用指弹的 bass 去带动它整个律动。我们可以单听一下 bass， 指弹的部分，然后这个是电子的 bass。小一层的 part 进来，对，所以他这里呢把鼓垫抽掉，然后把这个人声的 sample 放进来，是带进去的感觉。然后接下来就是换到 verse one。然后这边呢，要进到下一个段落的时候，你可以听一下。好，然后忘记开出来了，不好意思，再次。就是进到下一个段落的时候，鼓点其实不是马上出来，因为它接到这个 hook 的地方，就有让那个段落感。整首歌差不多是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再听一下这个，这很关键。那我再来路边第一次遇到你，这首歌又很关键吧？干！但是只有我们的酒吧，泡一点，点了一盘麻婆豆腐。我跟老板说要麻一点，我看到你们的舌头都麻了。有点血，这句话。
这样子。那大家应该可能会很好奇说，就是我们是怎么，就是这个东西是怎么无中生有的？那我觉得这种问题有点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那种感觉，就是 有点哲学性的问题。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先把伴奏做好，再去做词曲创作的部分。但是有一些人也是先习惯先做好词曲创作，再开始去做编曲。那这一部分其实没有讲求什么先来后到，基本上是看你去怎么样，怎样的，就跟你读书一样，怎么看你的创作方式是最适合你自己的。那这首歌的话，这样啊，这好像不是我的歌，干，对不起。你可以讲你的 part， 你怎么写？哦，这首 part 很屌。我跟你讲，我怎么写我的 part， 不用播没关系，我就直接开始讲。那时候我在中山，不是中山，圆山，我喝完咖啡回家搭捷运，失望传了那个这首歌的伴奏给我，刚刚好，那个什么，那边的厨师对客人性骚扰，就突然让我很有灵感，所以这首歌是在讲说要怎么跟女生去保，跟异性去保持适当的距离，然后我就在回淡水的路上，一边走一边在那边唱，然后把这首歌写出来，所以其实。灵感是很重要的，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要做自己的东西的话，可以先从可能先从弹一些钢琴，先用一些和弦去把这些东西做出来。然后我觉得在现今音乐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音乐更注重律动感这件事情，像是 Doja Cat， 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 R&B 歌手，还有那个长得很外国那个叫什么女生。外国，超人，不是台湾的，很红的那个，最红的那个名字啊，算了，讲 Ariana Grande 好了，或者是 The Weeknd 啊，就是你看现在线上一流的音乐人，他们其实更注重 beat 的律动大于 melody 本身，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以后可以去观察他们是怎么去在每个歌曲环节 beat 是怎么去运作他的自己的功能的，然后现在讲那个 OK。好，接下来呢，就是到我自己的歌，然后这个是我接下来应该十二月会发的一张迷你专辑，对，就是视觉的部分，这是它的封面。但视觉不是这次视觉不是我做的，这次视觉是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叫长毅，然后还是 OT， 也算是 OT Land 的，曾经在那边，现在还在 OT Land， 但现在还在 OT Land 吧？现在在当兵。今天入，对，他今天因为当兵，所以没有办法过来。然后他负责制作《Potion》这张专辑。那长毅他是文化大学广告系毕业的，在设计上面层面会更强烈，所以你可以去看在《Potion》这张专辑封面之中，其实就是酷啦。有人知道 Face 台配吗？反正就是一个衣服品牌啦，是长毅创办的。对，叫 Face Taipei， 对，它是卖一些街头的 Y2K 的一些衣服，对，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现在其实很流行2000年复古的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看淡江有人在穿 Face Taipei， 对，还有蛮多人在穿。就是现在很流行2000年复古这种东西，所以你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其实 Potion 这张专辑里面很运用到很多2000年那种 Nike 广告会出现的那种 Nike Make You Fly、Asus Make You Faster 那种感觉。就是他用很多2000年、千禧年那种复古的设计感，然后再去接回你。好，那我讲一下其中一首歌好了。然后 Potion 他现在在制作的歌，就像他刚才讲的，其实已经很没有嘻哈的感觉。对，其实我们现在真的不嘻哈，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音乐。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北烂，就是这讲错了，不是嘻哈讲错了，你们现在过来跟我说，那不是在讲嘻哈。OK， 我大概讲一下，反正这首歌算是比较 pop punk 吧一点的曲风，如果要硬要讲的话，对，然后先给你们听一下。你把那个灰色的转大。哪个灰色的？上面有一颗。在上面，灰色，下面。这个。对。
掌声吗？啊，谢谢。深刻哦。好，大概介绍一下啦，就是编曲的地方呢，就是因为我现在是跟一个制作人叫 Ryan， 我是跟他一起合作，对，所以我这张专辑是 Ryan， 都是 Ryan 制作的。然后这首歌的话是我先录了一点吉他，然后唱了一些旋律进去之后，我们再慢慢把它弄出来。对，现在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子。这吉他的话是直接入木吉他，然后你听起来会有一点失真的感觉，然后音准其实不太准，但是这是故意的，真的是故意的，就是让他制造一个像是 live 的感觉。是吗？对，然后这里部分是电吉他的部分。比较细节是旁边的这种比较切分的感觉，然后再跳到这里。这里的话，我是这些和弦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是稍微转位过，所以比较听起来比较清脆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个，最后一下，OK， 这是吉他的部分，然后鼓这个，这就厉害了。这鼓呢，其实你仔细听，它其实也不是在拍上面的，但就像我刚刚说的，这其实是故意的，就是要让它有点错拍的感觉。就是因为人嘛，不可能达到，就是你人如果真的在打鼓的话，不可能是100%是准确的，就是会有可能会有一些辣拍，或者是赶了一点点，对，所以我知道当初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是要有这种感觉的。然后正常来说，我们平常在做一首歌的时候，鼓的部分可能是用 sample， 或者是sample 进去之后直接用键盘点出来的，但是这一首为了要制造出那种是人打的感觉，自然感，对，自然感，灵魂的吗？然后把它，我们就是接到电子鼓，然后直接录进去，所以这是人直接打出来的。然后，这个地方是进副歌前的一个 fill in， 是用吉他弦去挂出来的。然后这部分就是副歌的时候，为了让它更强烈，所以是用 power chord 去带。这个都是用键盘点出来的，都不是用直接弹的。那自然感呢？哦，对，想到了重点了，就是为什么这个不是用弹的呢？就是我要说一件，这是 Ryan 说的，就是说，你如果你要制作一首歌，你只要在你脑海里面把它制作出来80%就好了，你每一个东西都做80%，它出来的时候就完美了，真的。就是你不要执着在你要把这个东西哦，一定要弄到哦，这不是我要的啊，什么那种感觉，就是你只要制造80%像。那这首歌全部都80%下，就会是100%的。对，就这样。人生哲学。人生的部分的话，就是这是主要的，
lead vocal。特别给你们听一下，就是没有脱效果的样子。同样的街，有露出来吗？哎，为什么这样子？然后不能给你看。那直接用的。上不上去？啊，没办法，那就没办法，设备问题啊，没办法给你们听原本样子。弱哎。好，然后主 vocal 嘛，然后接下来给你们听一下，就是和音的部分。这也是一些和音的小东西。好，就是我想讲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制作音乐的时候，其实你不用会什么乐器，就是像电子音乐什么的，你也不是说真的一定要会乐器啊，你也不用懂什么很复杂的乐理或什么，你就可以其实就可以做好一首歌。最简单的方式，首先去网络上找一个 sample 放进去，把它弄一弄，猜一猜，然后放鼓点进去，其实 loop 起来之后就是一首，就是其实就是一个 beat。对，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有制作音乐的兴趣的话，就是网络上很多教学，对，就是记得要打什么关键字，就是可能想要做什么样的曲风的话，你就可以尽量打blah blah blah。假设今天我想要做 trap beat 好了，你就打 trap beat， 然后。再加上 trap beat， 对 ，how to make a trap beat 那种感觉，然后大家再可以再自己去摸索。因为我觉得做音乐这种东西，其实就是越做越好。其实像大家看到我前面那个去年圣诞节嘛，去年那个圣诞歌，再到我们现在他还在制作这音乐，其实就是大家只要知道努力就可以 make you difference。我不知道英文文法是不是对的，但 friend 不能用死，不好意思，干了两年英文家教，擦标而已。啊，你是怎么会想要创作这样的歌呢，伯真？哭啊！是讲这边的吗？我在讲。啊？对啊。我们是不是好像是不是差不多？没有。时间差不多。差不多。好。那没办法。Kenny， 我们要不要再最后讲一下那个今天的那个今天执行的？好，今天是讲完执行前的时候，开放问问题。有人有什么问题吗？随便都可以。完全没有。哎，你请说。哎，你之前不是跟那个谁 ？Freddie C。啊。不是有出一个 drill 吗？是他。是我。啊，我怎么查？我们还没听完。还是那是全部。什么意思？你说什么？就是、他 IG 上播的那个全部。哦 ，IG 上面哦，你说你想知道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哦？你现在只要在啊？你有 po 吗？我有 po 啊。哦，我现在不会发自己的音乐了，因为我想要营造低调感。开玩笑了，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我自己，因为 Potion 跟 Swan 我们现在找到我们自己想做的音乐，然后我其实现在还是有点不知道自己真的想要做什么，所以我现在真的简单来讲就是真的是在玩音乐这样，然后跟你听，你要听最好还是听我最近做的。先听就好，是吧？那我觉得我最后写的很烂。是啊。这边我就讲我怎么去包装我的视觉好了。我这边会尽量去做一些其他人还没做过的事情，所以我用一些比较拼贴的东西，然后再去加入一些比较工业设计的感觉，然后再去把它做成一个视觉音乐。把冠军枪背的暴走，全新的线条到手，没有对手都超过。好，回去听，因为这段我真的写的不是很好。我比较有信心的是这个我比较有概念，是因为我最近还比较想要去做比较 lo-fi 一点的音乐，然后所以我在视觉包装上面的话，我就是去淡水渔人码头，然后我有自己去。
去渔人码头，然后拍一些自己的东西，然后再做一个音乐去把它搭配上。最近会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好，大家回去听。啊，圣诞节，不要再听圣诞节了。圣诞节你们也找不到，圣诞节我锁住了。好，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有问题吗？不一定要音乐上的，大学上的也可以。有没有怕延后毕业的可以问他？我的毕业真的是一场腥风血雨。大四期中的时候，突然打电话过来说：“请问是萧一晨同学吗？”“对，我那时候期中考刚考完。”“哦，你还差一学分哦。”我跟你讲，那时候直接傻掉了，那时候走出文馆，然后大家都嬉皮笑脸的，我就这样。反正那时候真的超尴尬，因为我超串，我爸妈超严，然后我就以为我要演毕了。那时候我就在高楼大厦上面想着要不要跳下去，后来发现其实暑修就可以补完那个学分了，所以大家记得在每次你们大三以后会发一个那个学分表，要真的要记住要算好，不要像我一样，学校只会在期中的时候打电话通知你，期中又不能加选，那你打电话给我有什么意思啊？好，还没问题。没问题的话，那时间也不早了，那我们就换 Aiden 来收尾结尾。OK， 好，鼓掌一下。